香港南华足球队是今天中午12点10分从菲律宾飞到台北的，他们的领队是周志强，教练是以前中华队的教练郭石。16位队员里面包括黄志强、罗造石、郭锦宏、陈兆基、曾俊宏等，几乎都曾经是中华队的国脚。他们到达之后将在21号南下高雄，预定22号、23号2天和清白队、台旅队在高雄比赛2场。